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年轻就要醒着拼的东鹏特饮冠名播出的《人生不怕失败，跌倒就要站起来的更上一层楼》。啊，那今天呢，我们的挑战又要再一次的开始了，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挑战者。我的名字叫杨子平，因为就天气比较冷嘛，就想试一下落水的感觉。那不是更冷吗？就刺激嘛。刺激我。战术三保一。死亡缠绕。体力最好的那位登顶，然后我们三个就随机应变去缠绕，或者是到时再策应。搭阵 ，Go。这里是一个释放压力的好地方，也是更上一层楼的好地方。哪扇门为你们打开？哦，爱情的门。艾瑞哥，听说他们是学霸，对，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用一些公式来分析过我们的赛道呢？哎，比如说包括机长和这个地面的摩擦力，还有包括是这个脚掌接触爬得快呢，还是要这个四肢着地爬得快呢？对，转身之后的话还回到陆地上。三个男生对一个女生。沙拉嘎噜啦，没钱啦，不啦，没没没吧，没没不。What have you ever and what have you got？ 没没没吧，没没不。沙拉嘎噜啦。哇，绿色的这个太漂亮，绿色的这个可以成为经典，可以成为自救的一个经典。
又剩下了最后一位学霸。专业直接控制大好的局面。还是逃不脱来洗个澡的命运的。但是刚才就是他在那个坡上滑下来的时候，那一瞬间我觉得可以成为更上一层楼的经典动作，在半路当中改变了自己的方向，然后留在路地上又给自己又赢得了一次机会。我们这个更上一层楼的节目不仅是登上大正点是经典镜头，你们在赛道的中间漂亮的姿势也可能成我们的经典镜头。刚刚我看你真是奋不顾身，瑞哥说你创造了我们节目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技术动作和画面。以前就跑步比较厉害，然后对那种节奏的掌控也比较不错。请问一下您的这个芳名？我姓欧阳，名单名一个君字。欧阳君，欧阳君翻滚好不好？或者叫君君翻滚行不行？对，君君翻滚，来，把那个翻字咱不能漏了啊！好嘞，再一次感谢你们。达阵 ，Go！ 中间两个队员，他们的状态非常的积极，直接撞开了后面的大门啊！看到我们的小紫，他们爬梯很有节奏啊。大鲨鱼已经上来了。我们马上就要登顶了。哦，能不能顺利登顶？哦，没有，实在可以看到有点太滑了。Put them together and what have you got? Bibbidi bobbidi boo. Sound like I do love magic. Kaboola bibbidi bobbidi boo. 只要没落水，你就还有机会继续往上爬。对，但是这个湿滑的赛道同样也对我们的鲨鱼造成了强大的困扰。没错，因为它也没有办法去发力，到了最难的地方。最难的地方，刚才一步之遥，这次又被抓到了脚。挑战者还有机会，没错，还有机会。在这个赛道上面，我觉得是无论是我们的挑战者还是我们的鲨鱼特工队，条件都是相同的。刚才连续两次绝佳的机会啊，没有把握住，现在
直接推到了水面。比赛已经结束。比赛结束。你觉得是什么东西阻挠了你达阵成功？那两个男人。那两个男人。我问你啊，你现在要送他们一句话，你想跟他们说什么？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侯俊和来自哏儿都天津，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既比他们快，身材又比他们好，然后力量还比他们强，有腹肌啊，有八块。哦，呀，还在哪里啊？在这里哦。应该第一个就能冲到最前方吧。哇哦！2018年的遗憾就是喜欢一个小闺女。然后呢，我跟这小闺女要表白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大叔，大叔一把小闺女就搂在怀里了，然后我就遗憾的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男的是他爸爸。是他爸爸。达阵 ，Go！ 说的话题真的特别的开心。哎呦，好运为他们打开了。哎呦，他们的第一个对手居然是鲨鱼队，鲨鱼队是我们所有职业捕手们当中最猛的。哎呦，我们看到我们男生已经登顶了。我的新年心愿就是，我想在这舞台给大伙儿唱首歌听。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然后你将获得由玫瑰私密面膜以及先锋电暖片送上的精美礼品，谢谢，期待你下次再来。遗憾就是跟这小闺女要表白的时候，我想说的话就没说。我想对她说，其实我打算见了你第一面我就倍儿耐你。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第一次进行一个自我介绍。你们好，我叫林非凡，来自湖南长沙。我先笑一下。你老是笑啥？2017年听说，就说胖胖的男生比较可爱，容易找女朋友。然后2018年呢，发现过了这么久，还是没的。还是没的。那是谁告诉你胖胖的男孩子容易找女朋友啊？同学啊，网上不都说那种胖胖的男生比较可爱嘛，对不对？又可以当枕头，又可以当那种什么沙袋啊，什么都可以。你们有没有信心达阵？有吗？有有。信心哪里来的？信心自己给的。你看我这么彪。让我这么彪。我跟你说，只要朝着那个什么猪猪队吧，一拖三没问题。一拖三没问题。现在还知道吃胖了有优势。达阵 ，Go！ 谁？我还是要再一次提醒我们的挑战者啊，我们的水池水很浅的，不需要自带救生圈。哦，他们撞开了好运的大门。哦，瑞哥，你看他们脚步非常的快啊。机会吗？
瑞哥，你看他们脚步非常的快啊。在他们抓住小紫的同时，我们的小黄人马上就要登顶了，不知道我们的鲨鱼特种队能否来得及阻止他啊。原来被吓得掉下去了。当落下的时候，发现鲨鱼在身边，鲨鱼的说一声：“咱们走吧。”好，很遗憾，赛结束了。当落下的时候，发现鲨鱼在身边，鲨鱼的说一声：“咱们走吧。”So good, so good. I got you. 问一下两位，刚刚参加了这一轮挑战，感觉怎么样？好累啊，能够瘦吧？你之前说你特别爱运动，喜欢跑步，但是我猜你这个身材，估计喜欢的是另外一项运动。是吗？睡觉吗？咀嚼运动。好，来，我问问身旁这位。那个身材比较娇瘦的兄弟，这位朋友啊，你还是学生哈，那你觉得你刚刚表现怎么样？还好吧。你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你会有遗憾吗？有吧。但人生就是这样，我们留一点点遗憾给下次，让自己再加油。我右手边的这个绿衣服的小哥他非常厉害啊，据我所知你是从廊坊专门来到了长沙，是不是？是的是的。为什么专门来到长沙？因为我的女朋友在长沙工作，所以我到这边来和她在一起。你为了你女朋友做过一件怎样伟大的事情？为了她，我从220斤的胖子减到了160。用了多长时间？当时减肥是用了5个月。天哪，回头给涛哥打个电话教教他吧。好的好的好的。来，请上赛道。答阵 Go， 挑战开始。好的，现在我们挑战已经开始了。哇，童哥好快哦，速度还没有看着，他都已经开始爬滑梯了。哎呀！只要你稍不留心，有可能就跟我们的挑战，我都不敢往前走。对，挑战者一样，一下就滑下来了。挂挂挂！好重啊！
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技巧啊。嗯，这个是什么技巧？要把自己的队友当了炮灰啊，飞起一脚啊。对对对对对，专业坑队友是吧？我相信他的队友能体谅他这份感情，因为只要我们打正成功，才可以说出他的愿望。哦。达阵难，难于上青天呢。没有关系，还有机会继续往上爬，只要你不掉到水里，你就还有继续的机会。哎，童哥真的好厉害，被爱神庇护着，他两次都没有落水。哎，这两位有意思。呀呀呀呀呀，今天我们的鲨鱼队也是比较温柔啊。机会来了，机会来了。红哥，啊，很可惜。哎呀，现在剩一位女生了，鲨鱼队你下得了手吗？他们可以谈一些朋友间的交易啊。哪个朋友？男朋友？哎，说了什么？他真的耶？他是要帮他吗？我们的这个特工队啊，不光有我们很准的这种冲击力，同时呢也富有爱心的。这不仅仅是爱心吧，是爱。对。是那种，哎呦，过。对，我们常常呢会把他带到最后一格，然后大家都很感动，在我们都感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他推到水里。在感动的时候推到水里是。刚刚那个僵持不下沟通的那段时间，你跟他说了什么？我说，我相信你一次，你不要让我失望。然后他就把我拉上去了，但是被他队友给拽下来了。之前听你说你是从220斤减下来，对对对，之前有成功减肥过。有什么话跟你的爱人讲吗？亲爱的甜甜，我希望你能在电视上看到我，因为真的。我能和在一起真的特别不容易，相距很远，但是到现在我随你而来，希望余生几十年我们共同走过，不离不弃，我爱你，祝福你们。今天你2019年的心愿是什么？脱单。脱单，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搞笑的。啊，你就在说我吧。好呀，你们今天抽到的战队是哪个战队？猪猪特工队。猪猪特工队，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都变了。你现在给他们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小姐姐们，可能，哎，算了吧，就是饶过我们好吧？如果可以的话，加个微信吧。三道门，你选哪个门？我们是脱单队，肯定是爱情，不？你爱情就爱情嘛，干嘛对我发脾气了？不好意思。你重新说一下，你选哪个门？爱情。爱情。好了，选择爱情门，来，请上赛道。达阵 ，Go。挑战开始，他们能否撞开爱情的大门呢？可果然，爱情门没有打开。好运门非常好啊！又再来
他刚刚要关门吓我们的三个小姐姐。看来这一组四个男生是有了战术过来的。我们的猪猪队能放过他，能要到灯顶吗？哟，就差一点儿哦。现在只剩下了我们这位小哥哥。哎，黄奕小哥哥，你想要的微信就在我们顶楼的那个球上。安心，安心。来，感觉怎么样？刚刚好嗨哦。然后呢？哎，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你刚刚说不是留个微信吗？是吧？你会想加谁的微信？蚊子姐姐，因为蚊子姐姐让我爬到了前面，她拉了我。你可以加她的微信，但是她有权拉黑。没问题。我身边的四位啊，可以看到他们穿的衣服是跟我们挑战者不一样的，所以你们是？我们是棒球教练。棒球教练，我知道你们教过一个非常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人，是谁？王俊凯。在你面前有爱情、好运、事业三道门，选哪道门？我选好运，一直坚持着。一直坚持着是吧？好，来吧，请上赛道。答阵 ，Go！ 啊，
而挑战已经开始了。这一组呢是我们的这个棒球教练，是不是有一定的优势？我觉得会有。首先，对棒球教练，他是要滑垒去打阵，所以他们的速度肯定是非常快的。可是你看他们滑倒了，刚上我们这个爬梯就已经滑倒了耶。对啊。愿望是让更多的孩子们来参加我们的棒球这个项目。今天获胜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最大的秘诀在哪里？只要来学棒球，一切不是有，一切都是有可能，一切都是有。到底是有可能也没可能？有可能。是不是自从教了王俊凯之后，你觉得你的这个职业生涯都发生了变化？那必须的。哎呀，骨子里透着这一种自信。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就要祝贺我们的棒球队的这个棒球英豪获得到我们今天栏目组为你们准备非常棒的这个登顶的我们的大礼包。达阵礼包是由东鹏特饮为您提供的大礼包。问一下我左手边的那个小哥哥，他刚刚非常不屑地对我说了一句话：“你们的滑梯就像小孩子的运动一样。”小孩子的运动，我来预测一下好不好？待会儿你一定会打阵失败，好不好？我觉得我会成功的。来，请上赛道。打阵 ，Go。挑战开始，不知道这一组的挑战者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呢？鲨鱼队的两位特工真是闲庭信步啊。像小孩子的运动一样。
希望啊，但是看到现在他有点为难。他一直在警告我们的鲨鱼队的特工。有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呀、啊。告诉大家，但凡来参加我们节目，在开始之前就，大言不惭的，多数都撑不过20秒。出发之前信心满满说：“这不过是小孩子玩的游戏吗？”现在您还持有这样的观点吗？持有。那为什么小孩子的游戏咱们都没能取得好的成绩呢？因为我长大了。因为我长大了。这个理由好。更上一层楼，待会儿见。东鹏特饮，更上一层楼，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东鹏特饮冠名播出的《更上一层楼》，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至于我们的优势，显而易见嘛。首先，体型；第二个，气势。气势。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还多了智慧。那我的话也就是他们的整合，体型、智慧、身高都没有。来问一下，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是橄榄球的队员啊。那岂不是这个赛道对于你们来说 so easy？ 还好吧。你觉得这个赛道你能有几秒登上去？我是专门撞门的那种。你觉得是你比较厉害一些，还是门比较厉害一些？我是想问要不要赔钱。哦，不赔钱。我厉害。你厉害是不是？那你告诉我三扇门你选哪扇门？好运嘛。你选好运，我也选好运，你直到把这个好运撞开为止，好不好？啊，好。你现在送鲨鱼一句话好不好？晚上要喝鱼头汤。没问题。来，请上赛道。答阵 ，Go！ 你直到把这个好运撞开为止，好不好？要不要赔钱？哦，天哪！我感觉我们的门都在颤抖。就是他们四个人一上来会有一种气势。好。等一下，他们有分工，他们有两位并没有发起冲刺，在干嘛？在对付我们的鲨鱼队队员。第一位马上登上斜坡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鲨鱼队队员，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哎呀，哎呦！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很强壮，是，但是。
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太灵活，对，速度有点慢，对，因为可能是他们这个运动的关系，他们需要的是冲撞力，对，他们可能身体很强壮，如果他们在地面上的这种对决，我可能对他们很有信心，但是在我们这么滑的楼梯上面，面对我们训练有素的鲨鱼特工队，他们有没有胜算呢？但是我觉得现在有戏，因为现在有一位马上就要登顶了。但是在他紧随其后的就有一个鲨鱼队的特工队员，能够拦住他吗？确实他们一开始打算是在地面跟我们的鲨鱼队搏斗的，浪费了很多优先的这种他们优先去爬梯的时间，对，没错，那个落水的已经不能参加了，现在只有参赛资格的就是我们的74号，对，现在他的姿势应该是一个橄榄球的这个对决的姿势啊，感到他现在已经气喘吁吁了，上Go Rivers，面对这样的防守的话，他应该怎么样去突破呢？对，走侧翼，走侧翼，走右边。队友还在场下帮他指挥。对对对对对。但是，往中间倒，往中间倒。往中间倒，还有机会，他还有机会。亲爱的各位朋友，目前我们场上的这位选手也是队伍四个人当中体重吨位最大的选手，但是面对这么湿滑的地面，他的下肢基本上发挥不到任何的力量了，平时训练的优势凸显不出来，走侧翼，走侧翼，身后身后身后，这是我们的鲨鱼队，但是他们的重量还是有点关系，因为我们鲨鱼队队员比较轻，想拉他拉不下来。这名队员已经爬的应该是第四趟了，对于他的体力的消耗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巨大。没关系，我相信他的体力不会是问题。有点小看了我们这个橄榄球队员的这个能力啊。我们现在这位挑战者叫杨建山，可能他才真的是橄榄球队当中的大鲨鱼，橄榄球队当中的奥尼尔。现在这项运动改为相扑。现在他们四目交投，小心！哎呀！小心！哎呀！没有关系，你还有机会。没有落水啊，没有落水，还有机会，还有机会。香哥还会继续吗？香哥，感觉他真的很累了。可是我们的鲨鱼队员也非常聪明，现在他们不选择两个人同时去阻挠，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保留他们的体力。要不大家为我们的香哥喊起我们的口号好不好？打阵嘿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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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阵嘿哈。有一种力量，看到
手要帮他，但山哥拒绝了。山哥加油！有一种理想照亮了迷茫，在那些满荣耀的地方。你是金公主的我们运动员都有一句话，就是即使你摔得再痛，你都要靠自己爬起来，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爬起来。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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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烈度不如侵占，我不再是从前那保守记录的模样，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山哥稳住，接下来我们问一下旁边的这位七号队员啊，刚刚高台之上豪言壮语，晚上要喝鱼头汤，现在怎么样？晚上还是可以喝鱼头汤的呀，是不喝鲨鱼汤的。对，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OK， 所以你的意思是没有战胜他们，主要是为了因为要保护动物是吗？啊，是的。东鹏特饮，更上一层楼，待会儿见。东鹏特饮，更上一层楼，现在继续。那今天呢，我们的东鹏特饮更上一层楼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年取暖用先锋，全屋热透分分钟。特别感谢取暖专家先锋电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同时呢，也要感谢天然好吸收护肤领导品牌玫瑰诗蜜提供的奖品赞助。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呢，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机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挑战了。那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不见不散。要记住，人生不怕跌倒，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明天见啦！明天。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提醒您。他们到底会撞开哪一扇大门呢？他们会不会有好运呢？哎，哦，没有好运。哇，非常的迅捷啊！我们这打工速度好快。哇，好、哦。来了，老妹儿！哎呀，上不去呀！糟糕啊，太遗憾了！给半池子水都要出去了。